站了一个人，这里已经被发现。怎么走到这里？怎么是弹这里 ？The Dante 真的是有一点紧张了，应该是要往回丢才对。对，这边感觉好像全部都要留下来了。哎，不对，这边要反打过去，结果被反打回来。那如果再死一个，而且短时间内没有互换掉人员的话，就没了。哇 ，Fleta 死掉没了。在这张地图上，这个进攻方在这个位置，防守方如果起居了，可以尝试一波黑百合加上一个长。有看到残亚塔的位置，黑影这里应该要走过去也是很难，这边又浪费了一点时间，还在这边交出阴障，而且 Sleepy 还是少了。对，那 EMP 交出去，人数不够 ，Baby Bay 又被打屁股。回家上楼是还是找不到，还是找不到。上楼是最好的，而且打得有点犹豫啊，我觉得。有的，胜在这边开起来，等到胜结束之后就是从后方 ，Baby Bay 要站出目镜了，准备开起来。不敢开，不敢开。这边自己掉人掉的太多了，没有拿出原氏之类的这种角色。对，你要么拿个原氏出来去限制，要么你就直接拿。哇，这个脉冲炸弹，以为会炸三个，但是只拆了一个机甲。但是叔叔打得非常的足。对，但也够了。其实不对，这边挡了一波之后 ，BBB 战术目击开起来往前找人，再找到了 Fleta 黑百合，但很可惜没有击杀掉。Toby 在这时候死了 ，Fleta 跑不掉了。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很意外，不像是一个就是经常打运营的一个队。对，没有抓好战场的切换。为什么会去走进去？我觉得这个伤害评估绝对是有问题的。Zumba 的一个自爆机甲丢出来，炸在这个位置。自己虽然是简单的几何学，可以说是四杀。四杀。机甲七六残亚塔跟 DJ 从侧翼拉过来，但是七六现在一个好的输出环境，而且温斯顿在前方造成的骚扰非常的久。对。而且不断的破坏阵型，这个震动队的开局算是非常好的。Monkey 一个脉冲炸弹连过去，没有炸到任何人。对 ，Flag 胜出来，两边圣都交起来之后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找自己要激活的人的目标，找到残亚塔配合温斯顿。但这时候 Baby Bay 的战术目镜开起来，同时有一个保护的作用，而且导致 Fleta 这一把刀没有办法拔出来。对，前面剩下一个残血的增吧。这拿下第二段是没什么问题了。现在占领着优势地形的位置 ，Sleepy 手中还有 EMP 可以使用，待会再一次的先手，一定要抓好这个先手时机，黑下去吧，黑到了，有选手被瞬杀掉，温斯顿也死，而且25秒，很有机会，这是最后一波的团战。弗雷塔许仙不是特别健康啊，出来之后好多人交胜出场，胜交的非常早，这个对于震动队来讲非常好。Baby Bay准备开启战术目镜，来到正面的位置，还有一个营长能稍微守一下，死了。后续的残局收割上面，我们看一下，明显双方这边要稍微好一点，要结束了。还以为这个战术物件要清场了，结果被处理的相当快。哎，他们其实看到 Toby 那个有一个营长，但是没有办法去处理，那个时候开的胜过来的。是 Dante 现在尽量的蓄点，骗自己，拔刀过来砍一刀。看一下这边二楼配合上，这时候才来，但是震动队早就已经做好接招准备。对的，哎，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温斯顿 ，Nami 是这个时候死了，这个点很伤啊。再来赶走他，点内这个时候要踩着，边踩点边给你打，已经要一格啦，震动队踩点呀，好，还是踩到，而且这一波集火瞬间杀了两个人 ，Tenevex 突然一波。终极火箭弹幕，而且再吃了很多伤害之后，缓解自己队伍的压力。更多的从正面比较多的鹰杖直接拍飞，要抢，这个是要抢。直接脉冲炸弹丢出去，就算有炸到人，也会被鹰杖完全的抵消掉。哎，但是战术目镜开了，从哪里来？这一波跳的效果并不好啊！我开在这么远的位置，我觉得其实是震动队他们接的好。这一波所有王朝队算是交了蛮多的资源的，非常多。哎，现在还交了一个原始爆破。胜在这时候开起来，但是这个温斯顿不断的把人往后拍，让他们其他的人在点上踩着。这时候鹰杖再交下来，等到鹰杖结束之后，弗雷塔就要交出这把刀了。是的，把异伤球稍微等一下。这把刀怎么说？找到了小迪法先杀掉，但是自己的小迪法也死了。这一波还不一定，弗雷塔这把刀看后面怎么说。点已经踩住了，手中有战术木剑，但很可惜七六是在一楼，这战术木剑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。哦，这边 Munchkin 被追着打呀！哇，裂空的对位上面 Munchkin 是完全被压制的，追着打呀，只能跑而已。也没想到，估计也没想到要去跟他打吧。这边炸弹，不过还好，还是在前端是自己打出了破口。这样子开的，会不会有点心态大颗了一点？对，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点，不过。大家都知道你在这啊 ！Dante 又把这个后排给杀了，但 Fleta 现在也是有一把刀，还不好说。这把刀找到七六的位置，
有一点追不到自己，剩下十一滴血还是被补掉一换一，而且这把刀的收益并不是那么的好。车子到点了吗？没有，零点四八。顺便还有一个，其实震动队很有机会可以守住这波。对，小迪瓦死了，不过顺便还有一个 Mirror。DJ 也在尽量续 ，Dante 再来了，震动队的救星。小迪瓦先死 ，Dante 也死了，那这个车子是到了第二段尾端了。哇，这还想直接抽掉一个吗？营长先手，战术木星配营长，对，想挂个一伤球再开胜，再补一波胜，但是 Flanta 还是死了，这个胜来的稍微有一点晚。而且还拖延到了 Sleepy， 也是有一手胜。这样子的话，柳选手他提早有的胜的优势就完全没了。有刀，但是刚刚双斧的大都没了，这个刀砍一刀 ，Baby 被死了，还找到后排辅助的位置，张霸再炸掉一个裂空。现在震动队必须要以挡车为主。对，而这边的一个双方超就把车推到就终点了。要去稍微再杀一次你的温斯顿吗？没有，没杀到。风水轮流转嘛。而且在前方这里撤退的也有一点慢了。对，这个必须要补血补起来啊！没有补起来，那这样能量差距太大了。温斯顿这边已经跳过来了，争霸随时准备过去支援。来到这个位置 ，Dante 的刀必须要快拔，扣在手上非常的亏，两刀带走，这个身没有保护下来，而且安娜也死了。对，这是一个牵线刀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，找到了一个没人保护来的之后。收掉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后三就直接被瓦解了。不过看一下这边双 G 的一个效果怎么样，天使还在牵线，那么这边的原石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压力。就算 Mirror 现在开启原石暴怒，他也只有续车的作用，他能杀掉天使吗？还杀掉了。关键是在最后时刻，这边的一个 Dex 是把这个女武神给开了。那这个可能是个伏笔，还能再续的。再踩了一下 Mirami 也有原石暴怒封门，不让你跳出来，想要续车没有这个机会。对。但车边还是有人在续啊，这是谁在车边？但是 Nami 这个温斯顿达到的效果已经算非常好了，堵了四个人在这里拖延很多时间，唯一能出来的一把机甲被打爆，但是拿回了新机甲，这个是要续点成功了。对，尊霸这边上了机甲之后，就说明在车边的一个再作战能力就比较强了。关键我觉得还是最后这一波。双方的两个双 T 确实做了太多事情了。是，现在45秒技术给到温斯顿 DJ， 很漂亮的推了一下，只能电到 D8。BB 队在后排是炸掉了 Toby， 而且车子推到了。车子是推到了。这个可能在站位上是稍微有点问题，没有分配好工作。对，你看人数一直是这个震动队在减，但是车子是已经到了。震动队现在手中大招非常多，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打的。又给到了温斯顿，这边在车边输出是局爆炸性的，但自己的血线看一下能不能稳住，而且被推了一下，也没有办法踩在最关键的位置。这一波基数温斯顿拿到的能量并不是很好。是的，再抽掉 Munchkin， 尽量的保持阵容的完整性走出来的。来了，出来了，但是 Mirror 血线又很残了，又有原石暴怒了。这原石暴怒来的真的是快到可怕。对，然后一个空投逼出来对面的一个圣，再次找到了76的位置，是一定要压制一下的。残亚塔圣交出来，先保牌，六个人处理这个温斯顿吗？温斯顿倒是没有人去处理，他们现在精力就应该放在车子边上。卑微的一个存活能力，存活时间还是比较长的，这一波是守下来了，断了一波节奏。好 ，Dante 一样在前方尽量的攒能量，攒到了。等待 CD 时间，信标也不往后做保命用了。哎，这里自己被打出来了，这个EMP很尴尬，圣逼的逼不得已只能交。EMP 这时候交出来，但是只影响到了一个 Mirror。对，而且音障还拍出来了，保的还不错。一样的防守，布阵。在机房，四个人在机房，双 T 在上方。哎呦，这个哇，这一枪来的。那现在所有王朝都可以打快一些啊。对的，二楼的这个温斯顿也是象征性的稍微压一下，果然走到瞄准镜的前面。如果这里再一枪再一个的话，那这 A 段就没了。看一下双 T 压制了对方一枪，杀掉了安娜，再走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透视压起来，这个 A 段不太可能了吧？不敢出来。哎，换掉双斧了，这个不好说。但是车子是已经到点了。怎么又是这样子？如果这个战术目镜想要有效果的话，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。战术目镜开了，作为一个破阵的用途，但 Flata 还是没有死。前方倒是一个基数的温斯顿，哇，这个闪光拳。温斯顿在前方拍掉了机甲，后面趴了一个 Mirror， 是直接用脉冲炸弹来给解决掉。Nami已经来到了视野范围内，准备主动跳一波，D 把不要挡给了。
但是给的有点晚，跳出去的时候已经被打得半惨了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啊。对，正面尊霸直接送你一个大宝贝，没有炸到人，但是也让自己的队伍有一个比较好的输出空间。猫气怎么又被收掉？斯利比在这边又跳出来 carry 了一波，再补了一手胜，开胜直接拉起来。这边猫气一波前压，想收到这个 baby 贝，但是 baby 贝可能也不保这个脉冲炸弹是一个 triple kill， 这个炸弹就是买一送二了，真的是买一送二。这一炸也是宣告第二段要被带过去。差不多。好 ，Munchkin 被拉了起来之后，粘到谁？粘到残压塔，残压塔往前一个师傅 jump， 哇，不妙，这个就不妙，不妙，这个真的不行，这个还是太被动了，这个就好说了，好吧。现在你看 Fleta 来到这个位置，是不是真的很开心？很难解啊。炸弹效果不是特别好，没有炸到人，而且 Nomi 还先死再一枪 ，Dante 死亡。现在是只剩下四名防守方的成员，对，卡着这个黑白盒的视野想打输出，但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好。往前勾了，直接往前勾了，再一枪 Sleepy 死掉，看起来没了，没了，车子直接到终点。而最后是首尔王朝队还是拿下了直布罗陀，3-1击败了震动队。